今个跟这要，他俩都去上学了。然后一是面个才承认才错，感觉这俩事儿不搁跟这还有点不习惯呢。这有啥不习惯的？等后边放学咱又接回来了。也是。你还是喂牛的，还是喂猪呢？喂猪的。哎呦，这两天好多事好了腰疼。等明年咱都长机器手，照一点能生硬点。可中。啊。咱这院的地儿都太小了，晒的螺蛳都没地儿了。嗯。这两天自顾上地的，这猪也没有好好喂，少吃一顿两顿也饿不瘦它。一会儿咱杀个鸡子吧，最近都怪累的。中啊，咱要不吃啊，那鸡子肯定要俺妈给带走了。嗯，去去，你慢点，都弄他头上了。一会儿给他洗洗嘛。你能逮住不？能啊。哎呦，这个鸡子实在是太嫩了，给我泡一身汗。它这不好逮。嗯，我就给水烧上，你给杀了吧。好。这鸡子得有五六斤吧？差不多呀。嗯。咱这得猪大家娃太多了，鸡吧。等走好了再给恁姑打嘛。啊。啊。咦，这场面我不适合拍，哼。姨姨，你要吃炒的还是炖的啊？好，一会儿叫恁妈给你炒个大盘鸡，好不好？这鸡子可肥呀、啊。可是。嗯。你还去摘点青花椒吧。中啊。丽雅，那你搁家炖鸡子吧，我去接瑶瑶给恩子他家去。中啊。啊。你别去了，这天有点阴呢，我害怕再下雨喽。你搁家吧。妈，鸡咋你来家呀？恁妈搁家给恁炖出鸡子哩，我是不是来有点晚了呀？有点。我看都走完了，走，我电车搁那停着，咱上车。嗯。恩子，你没有背书包啊？啊，俺娘没坐椅子。哦，那你坐后边吧。爸。哎。俺老师也干饭，有奶还有。苹果，哦，妹妹吃。你不用给那妹妹吃，你拿着吃吧。没事。哎呦，那上车走。嗯。能回来了？啊。等会儿再吃饭吧，这鸡子再多炖一会儿的。中啊。去上午写作业去吧。俺没作业。他书包都没有拿，肯定没作业。没有。啊。一点点，老师发的都没吃啊！放学都给我说，老师发的这没有吃，他给一带。真棒，还有棒糖嘞！你下次你吃都中了，不用给那妹妹带。那姐姐咱俩一块吃分享，好不好？啊，上午凉快。洗一手，洗一手，一会儿咱吃饭。啊，嗯，马上都熟，快炖中了吧？快了。哦，中吗？一会儿给丹山弄点烩面饼。嗯啊。姑姑过来了，啊，哦，你喊姑姑了，哦，你一会儿打个电话了，啊，打了嘞，中啊，给这青菜一半都出锅了，嗯，多弄点青菜好吃，嗯，闻着可香了，是不？嗯，孩子们洗手吧，哎，玉露，啊，咱妈嘞？这还没有三瓶的哦，这些天热我也没烧瓶，就喝咱这成瓶吧。就这可没这喝着。嗯，是。别打，你先喝。咦，吃吧，这是咱自己的鸡子，玉露。嗯。这咱妈鸡这算是亏了，成天说吃炒鸡吃炒鸡，这一次他没有赶上。是的，赶上。你也赶紧做点吃吧，一会儿三天他又该过来了。中啊。该孩子。嗯，等明个上幼儿园都得自己吃饭了啊，爸爸妈妈都不陪着你了。他俩票找好了？找好了。啊，这边都去了。嗯，这便宜啊，一起1300块钱。啊，小班都有吗？啊。他俩的。自己接送。嗯，多吃点这肉啊的。啊。嗯。煮的快了。嗯，煮了都一个多小时吧，这家。炖的时间长。哦。要不他都不烂。是的，是的。想来说好油。嗯，是。对呀。姨姨，先吃饭，等会儿再看电视。啊，一会儿饭凉了都。
瑶瑶，学校的饭香啊，咱家的饭香啊？都香。都香。哎，你还可不可以说话呢？你这吃热的啊？嗯，这桂圆也给您开了了，恁都可以看电视了，作业写完了再看啊。嗯。